辞职了。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，我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被涌入的新潮冲破，我的心也溺亡在新潮的汪洋之中。我错过的不是缘分，不是时机，而是我数不清的犹豫。对此，追悔莫及的麦克阿瑟先生表示，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，只有结果和后果。原来迟来的珍惜和醒悟一文不值。我于人海中遇到你，又亲手将你归还于人海，没想到我们最后说的那句再见却是再也不见。